请来吴秉承吴师傅。王叔好，各位妈妈大家好。现在小暑，可是台湾很妙，你有没有发现台湾在夏天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很常喝一些汤类的东西，羹类的东西。啊，不过这个羹类很厉害，它一定是很香的。是，香公公。对，好厉害呢。你看那看这样逼逼，然后就还是要一直喝，不是，然后就觉得消暑，因为汗都逼出来了，哪里拿起哪里拿，然后喝完之后就整个疲倦都代谢出去，对不对？这跟吃辣差不多是意思，一样的意思。那今天要做这个小暑的料理，好像也是一个羹汤类的，是一个羹汤类的。那其实今天的羹汤类的，我们分做其实两个部分，如何做让它更好吃？那用到的是很简单，这个。要做什么汤？来，我就用它来做。牛肉哦，牛肉梅花火锅肉片，牛梅花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牛肉羹。来，这个哈，梅花肉片的好处就是它本身的油脂包括筋性都够，很均匀，包括很多那种现宰牛啊，然后就这个牛肉片串汤就很好吃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全买到的这个的牛肉片，它其实就像这样子，你剥的时候它会有点碎肉，那这么大片呢，你也说我今天的牛肉片的牛肉羹汤就这么大片也可以，真的？对，你要大片还是小片？我要大片。你要大片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大片的，这么大，哇，太过瘾了！老板，你人真好。哎呀，这就是真的，这个要在家里变成妈妈真好。对，那我今天这个牛肉羹的部分呢？它哇，可以这么大片呢？就这么大片，我们就拌莲藕粉。莲藕粉，薄薄的一片，加点什么调味什么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油花香，天然的雄厚牛肉甜。好，所以把它做一个保护。你看，我也抓一把小小的而已哦，其他部分我是要来做羹汤用的。抓一点，在表面有就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太多，因为呢，有一些没有沾到地方，它的牛肉的汤汁就会到这个羹头羹里面去，就有牛肉汤头。对，来，这就这样就好了。放旁边。哇，看这个是搞定。哇，两大盘呢。对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两大盘。来，一个要炒，一个不用炒。这是什么白菜哦？对，有些白菜要炒。白菜你炒过之后，它的甜度会拉高。所以这是要炒。有梗子炒一炒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北菜猪汤我要订耶，我好爱。有一些烤肉的时候，只要带一颗白菜跟一把虾米，汤就很好。老爸想说，这三行，这三行冰就有差，还有不用炒的。不用炒，我们先看要炒的好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先炒？有什么不要炒？不要偷看，不要偷看啊！来，它蒜头也很多哎。蒜头要羹汤一定要一个快速简单的一个羹汤，蒜头的量会让你的整个汤头更好。你就不是说我这羹汤是不是要熬很久了？不需要，蒜头先下，蒜头拨进来，来香菇水，香菇水要拧干，水把拧干哈。拧干，拧干完之后放进来，一定要把它煸香。你的香菇的一个香气就不一样，虽然它里面有水分，可是外面呢，你要把它拧干，它才会香。对，香气才会够。香气。好，来，香菇的香味出来了，这时候来。白菜。白菜，你要把它切成像丝状的，或者是切大块，其实都 OK。片状的，哈。它煮软了，它就对。主要看你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模式是如何。拌炒一下，你看底下的油脂就不见了，被香菇跟蔬菜把它吸收掉了。好，来，你看基本香味就出来了。白菜也回软了。对。因为我们在家里不像一般人家在市售的量那么多，用倒的白菜用倒的，所以它汤头就很甜。那你在家里少量一锅怎么办？你就像这样子，小炒小炒，小炒小炒这样。这个要不要下去？这个也可以下去，也要下去。就我们的香菇水。对。来，这样子，倒进来。好，后面就不用了。好，有些杂质就把它滤掉。好，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米酒一定要够重哦，够重的话，这汤头的浓郁度也才比较够。那哪一些我们来看什么是不用炒的，好不好？不用炒是怎么样呢？现在要放吗？没有没有，不用炒是最后放。最后放啊，是最后放。就像又在偷看了，真是。好，
不用炒的放旁边，待会再来揭晓，因为是最后放。来，两颗蛋，先把它准备好。哎，要等它滚哦。要等它滚。好，汤头现在已经滚了，冒烟了。啊，对，好，莲藕粉拌点水，拌点打了，好，好放旁边来准备。好，来打开给我们看。哦，香啊。基本的香味。嗯，好。来这边带一点点的一个酱油色，好，这里说是酱油香啊，糖的部分一匙进来，一点，还有盐对不对？对，还有盐，盐一比一嘛吼，对，哦，老师的感爱听一比一，对，糖醋，好，胡椒粉，胡椒粉也在这边，拨一下，好，来勾芡，勾芡。莲藕粉刚加了高汤，才不够芡。对，现在妈妈也觉得说，哎，那牛肉还丢在旁边呢。是，哦。我们下次可以来做个这种啊，牛肉涮锅。牛肉涮涮锅。对，用这个做汤底。哎，也不错啊，哈。牛肉涮涮锅。对啊，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跟汤做汤底。对。拨进来。好。勾完芡之后，哈，来蛋花，对，聪明哇！我觉得他根本就打算全部弄好再弄牛肉。那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再加点醋就是酸辣汤了。来，先把它转下锅喽。等蛋花上来啊，哈。那为什么要等牛肉到最后？很简单，你是不是不想滚？就这样就好。我要让它的嫩度在。哦。因为很薄啊，一下就熟了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是转成小火量了。蛋花好美哦！你当你这羹汤煮成羹汤之后，它已经就是属于很烫了。而且你有看拨进来这个牛肉，外面有一层羹，它好像又多了一层保护这样。对，我还是泡熟的。对，泡到粉红色的。是。来啊。嗯。浸火冷，浸火咸。对对对，你看我现在是转小火哦，哈，你不能全部火关掉哦，全部火关掉，它的温度是锁不住这个肉的这个外面的甜味哦，它又反而产生什么杂质？哦，流口水。哎呀，厨师自己流口水，真是，看有多好吃。嗯，来，换这边，好。好。这些都把它剥起来。哇，这个肉已经很嫩，它还是粉红色的啊。而且我今天真的做对选择了，这个汤头，这个汤头它颜色也变深了，这就变成牛肉羹汤。对，而且你看这，你要这样子卖一整片的话，就生意一定会很好。什么东西不用炒呢？有几样东西不用炒呢？我们来看看。是是是，这小心开，要小心开。哦。好嘞，等等，就这些东西。九层塔我看得出来。沙茶，沙茶也不要下去炒。我们以前印象中都是觉得，哎，沙茶酱料类是不是要下去炒了之后才会香？这羹汤就不是，对不对？它会灼掉。哦，辣色皮。乌醋。乌醋哦，我最爱。好，牛肉不要滚。有三样东西不要炒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学起来，哦，好香哦，试吃。吃牛排一样，牛五花好吃，那梅花，对，人家吃的时候肉很嚼劲，然后那个油花很香啊，嗯，所以你看它全部的香味跟甜味，牛的味道，对，都在这个羹汤里面，这样你才不会浪费一盒这一盒里面的味道，好喝哦，汤头就很浓哦，果然那个要炒哎，白菜，对，甜呢。所以哦，这个打底很重要。哦，试试看喽。消暑的时候吃我们的牛肉羹，超赞。记住，有些要炒，有些不用炒，一共三样。有记住吗？这样你可以做很好吃的牛肉羹。谢谢。